用料准备：鸡腿两个，炸粉50克，料酒5克，食盐2克，食油200克。第一步，鸡腿洗干净，装盘子中。在腿肉上划几刀，然后加入料酒和盐，搅拌均匀后腌制半小时左右。第二步，将腌制好的鸡腿裹上酥香炸粉。第三步，锅中加入食用油，大火烧至6成热左右，放入裹好酥香炸粉的鸡腿，转中火慢慢炸，用锅铲翻动做得更均匀。第四步，炸至鸡腿两面金黄色即可出锅装盘。